友们，开门大吉！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长喝气色好的汇源桃果肉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谢谢，感谢每位观众对《开门大吉》的支持。我们现场的每一位观众都会获得由长喝气色好的汇源桃果肉为您送上的汇源大礼包，请笑纳，谢谢。马上上场的这位选手，他今天的造型好特别啊！来，他可能刚刚收工，掌声有请李显波上场。欢迎来到2015巴黎时装周的现场。向我们走来的是这身衣服，太帅了，该展示一下，对吗？太时尚了。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我是来自黑龙江省嫩江县93分局红源农场的一名体育教师，我的名字叫李显波。等一下，啥意思呢？这穿成这样，怎么回事呢？小尼老师，我还有一个小故事，但是暂时要保密。哎呦呵，还卖关子是吧？那家庭梦想不能保密啊。嗯，什么？跟我们说说。我的家庭梦想是将来带着我的老岳母来到北京给他老人家看病。带老岳母到北京看病？对。好，那我们祝你梦想成真，加油。谢谢。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那咱们走。走。第一扇门请按响门铃，为李显波加加油吧。来吧，北方，北方，我的北大荒，北方，北方，我的北大。有点太紧张。来来来来，李大哥，您回到我身边。我怎么觉得您那么怕我呢？您唱了就大胆的唱，你怕啥呀？来吧，大声的，预备起。北方，北方，我的北大荒。你怎么还发颤呢？这声音有点太紧张了。您觉得是这首歌向北方？向北方。嗯，那我们就试试了啊。好，来，全场的朋友们，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对了，欢迎你何静。行嘞，恭喜您收获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哦，放松一点。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前进，第二扇门请按响门铃。刚才那歌当然熟了，唱的是黑龙江，我们的选手也来自黑龙江。接下来仔细聆听。
想起来了，张杰老师，什么歌？好像是《梅花三弄》。确定吗？确定。对不对？那我们就开呗，来吧，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红尘自有痴情者，我笑痴情太痴狂。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看人间多少故事，醉销魂，梅花三弄。谢谢王东海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梅花三弄》，恭喜您收获了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耶！今天这事造型，该说说原因了吧？为什么一位体育老师，这穿成一个，他感觉像去打鱼的，还拿着渔网呢？这个故事，话说起来很长了。我记得在2001年，我们红五月农场，我和爱人呢都在学校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工资是开不下来的，我的老岳母心疼我们一家三口，那就在家种十亩地，省下来结余下来的钱每个月定时给我们邮过来，说来保证我们就是每月的正常的日常生活的开销，一直持续了5年，这是在我人生节点当中永远也灭不了的这种感恩的心。所以说他老人家现在患病了，慢性心衰，已经将近10年了。每到春秋两季的时候，我是我最发愁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春秋两季这个心脏病就怕感冒，一感冒就愿意犯，一犯那是我全年的工资。那你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帮岳母治病，有没有做出自己的一些努力？我自己没办法，为了贴补家用，我就穿着它，拿着我的渔网，每天就去捞鱼。天天早上3点多钟。哦。3点多我就到河里去捞鱼。到河里去捞鱼。那鱼每天都得拿出去卖，赚点钱。赚点，一天也就30多块钱。哎呦，一天30多块钱。都小鱼。还得早上3点钟，全家人都睡觉呢，3点钟起床。就一点一点的去积累，就是为了给岳母治好这病。所以这一切，其实除了孝顺长辈之外，还有一份心意，就是想要报恩，报答岳父岳母对于儿女的这份心意，是这样吗？对对。那我明白了，今天李大哥来到开门大吉，他的梦想是能带岳母来北京治病，希望你真的梦想成真，一步一步走好，我们陪着你，好吗？谢谢你，加油。那我们话不多说，赶紧开门。好，拿奖金。第三扇门，请按响门铃。来，我们给李显波李大哥加加油吧。一位孝子为了岳母的病，为了治好岳母的病来到开门大吉，祝你成功。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大家都在为您鼓掌，说明这答案靠点谱。那我就开了3000。好，开，来吧。
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没错，父亲的草原欢乐，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心里有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我父亲的歌。谢谢特伦为我们演唱这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两天到北京来参加节目，有经常跟家里通电话吗？问一问岳母的情况怎么样？经常在那打电话的。就是上咱们电视台之前呢，我这电话和岳母说了十五分钟的，通了十五分钟的电话。岳母是不是为有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特别开心？是，真的。我岳母跟我说呀，姑爷你要加油啊，这个节目太好了，我听每一期我都不那都看呐，你一定在那儿努力好好表现，好好表现。然后岳母今天自己不能来，好像派了一位看着你，看你们表现到底怎么样，对不对？对对对对，据说老婆来现场了，我们来认识一下亲友团好不好？好好，连线第二现场，小北。小尼哥，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我们李大哥的太太，裘大姐，漂亮，嫂子很漂亮，欢迎你。裘大姐，其实我们都知道李大哥是一个非常非常孝顺的人，那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他做的一些事情让你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在这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我记得有一次，为了不影响上班，他在骑车时候速度很快，我们那个路弯路还是比较多，那么他走到弯路的时候摔倒了，等到晚上的时候我在给他洗袜子的时候，发现白色的袜子上有很大一块血迹。其实在我的心里，我感觉真是感到一种心疼，我很是心疼他，他一直天天就这样坚持着，在我的心里我真是非常非常感谢他。总是在说实话，虽然我们现在条件不好，如果能治好妈妈的病，我们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所以这也是你想跟李大哥说的话，因为我知道平时对待自己特别亲近的人反倒有好多话是不好意思说出口的。对，那今天借这个机会，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对我们李大哥说的？我想对老公说，老公你辛苦了。老婆用不着谢我，作为一个男人就应该承担起肩上的责任。岳母不是自己的亲妈，那不是亲儿子，但是能把老婆的妈妈当自己的亲妈一样甚至更疼爱也不容易。这顶天立地的男人虽然看似很坚强，但是他也需要更多的疼爱，是这样吗？我们一起努力好吗？谢谢，把祝福送给这一家人。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首歌您的回答完全正确，我可不能忘了给您家庭梦想基金，恭喜您收获了3000元。李大哥，那我们继续努力。好，好吗？好，有信心啊。有信心。第四扇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确定吗？确定。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云朵，掌声送给他。好，恭喜你，李显波李大哥，您的家庭梦想基金积累到了5000元。好，高兴吗？高兴啊！高兴啊！哎，哎呀，看您这都乐开花了啊！是，啊、我相信岳母在电视机前肯定更高兴。那接下来怎么办？继续向前冲，还是见好就收呢？那我就是下一关，继续走。对，来吧。第五扇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咱试试看能不能打开，好吗？请按响门铃。来吧，李大哥。好，给您加加油了。这歌，那您哼出来啊？预备起。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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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拐到您岳母家去了。哎呀，实在不行了，我请求我的亲友团来。真的不行啊？真的不行。那我们就求助了，连线第二现场。你会不会来？对不对？你的爱还在不在？对吗？你写过一个提示啊，歌名叫做《今夜你会不会来》。今夜你会不会来？您接受这个答案吗？接受。今夜你会不会来？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也许是我们前世的约定，你就是我这一生中在等待的人。你不知道我家的心曾经是一片灰烬，也许你只是一朵属于流浪的云，也许你不必现在做决定。
去。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今夜你来告诉我，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我的所有。谢谢李佳杰为我们带来的这首《今夜你会不会来》，不管他会不会来，至少我们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对呀，开心吗？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我算算啊，带岳母来北京，那治病够不够？我不确定啊，至少我觉得往来的火车票或者机票，包括住宿。差不多好像够，那您自己想想，是要冒险向前冲呢，还是拿着10000见好就收？怎么办？怎么办呀？好，听人劝吃饱饭，我就见好就收。您确定了？时间长了，您不再想想啊？不想了。真不想了？万一我要是猜错了归零了，我的岳母那个希望没了。想的还挺明白的啊，所以说我见好就收，保证我呢就说有多些算多些，回家我再努力。李显波是我们身边最朴实的一个劳动者，家庭情况不是特别的好，只能通过自己上班业余的时间去，你看他这身打鱼的衣服今天都穿到我们现场来了，去一点一点的去积累，去积攒那一点点的财富，才能让家里人过得越来越好。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您看您今天一直在，我们一直在听歌唱歌，我想问您，您在打鱼的时候您会唱吗？每当看到那个旭日东升伴随着我们红月南阳湖畔那种美景，真是太惬意了，我就利用这个时间我美美的唱上几嗓子。这样吧，在您离开我们的舞台之前，就当这里是美丽的家乡，就当这欢腾的小鱼儿啊，小鱼儿，我是一只大鱼，您就唱给我们听，好，唱一首，唱一首哈。五座里将来更有声，金色的阳光到转盘，既要将来一个好消息，这歌唱完了，今天您收获颇丰，这网一拉这么多的鱼啊，还有一只大鱼向您游来了，恭喜您，这就是您今天全部的收获，这鱼儿还会拍手给您鼓掌叫好的。谢谢谢谢谢谢，恭喜您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长河气色好的会员桃果肉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祝福电视机前的岳母啊，身体早日康复，赶紧来北京，来北京给您治病好吗？谢谢李大哥。好，谢谢谢谢，你好。